驶出北京城，在延绵不断的大山里一路向西。三小时后，我们撞见了隐藏在大山里的卢子水村。明代洪武年间，山西洪洞县的韦姓人移民至此，在大山深处垦荒种地，创造出了密林之下的这一片墨灰色的建筑。几百年过去，村民们仍保留着祖辈们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。300年前，这里的农民将山梆子戏唱响京城，并被乾隆皇帝赐名天城班。韦永香家里三辈子都有人唱戏，他担心祖辈不知道演了多少遍的山梆子会在某一天销声匿迹，他请求我们为卢子水村录制一曲完整的山梆子戏。画完了。画的差点。这艺术还得好好学啊。爷爷，你画的也不好。我这不好是画的这个关公的这个脸的本色，他是红脸不是？这关公的。我的也是红脸。韦永香找到了村里的老艺人韦永强，80岁的他曾经是剧团里的武戏担当。什么这么点事？我年轻的时候啊。我一唱这个戏了，一唱戏了，这好多的这个姑娘都欢迎，看着我唱得好，就想喜欢我。我来找你，咱们准备凑几个人啊，咱一起啊，给他演一出小戏，让这个石主看看，你看怎么样？要不演唱武生？我这么大岁数了，够呛了。啊，就对你上手了，哎，上手干。我你上手来了，试试，不行了，试试，看看，闹两句，闹两句，头戴金盔明又亮，身披铠甲似雪霜，胯下一匹波龙马，手持一杆小银枪，不行了，啊，没问题，老兄，够呛，我看着你啊，老当益壮。你别看岁数大了，还弄这个，还看着还行。到我家啊，到我家咱们就给凑着弄一场啊，咱们看看。行，小你忙着，我走了啊。忙着，我就找别人去了啊。好嘞。不军官来，不啊手啊海呀、啊，不吃啊风物。不丹经啊，如今他已经气力不足，但骨子里仍保留着武生的硬气，为演出卖力的准备着。山梆子戏啊，最辉煌的时候在我爷爷不是说以前，就乾隆年间，这是一方面。后来我父亲他们这一代，在50年代以后。清代那届人我们依然比较合适，还还行，一直现在都不行了。比较什么上岁的人了、有70、80岁，像我这岁数小的就68岁了。你还这唱比较整出戏唱不了，唱个侄子戏吧戏的，但是还能行，还能弄两下。卢子水村500多人中，68岁的韦永香算得上是年轻人，鼎盛时期。卢子水村的山梆子剧团有130多出戏，剧团弟子遍布山沟。可如今想要组织一场山梆子戏，韦永香只能依靠这些老戏骨了。春秋四季不一般，旧时的青衣都是男扮女装，景瑞先是村里还在唱青衣的男人。
地气盛。我想你是咱们村里唱过轻易的，我想找你啊，出去山场上给演演，给他演一场戏，看看行不行。不行啊，我呀现在各关节都疼，脚、腿、腰都疼。他说别耽误事，春春你要是有别人呢，你找别人行了。你实在唱不了了吧？唱不了了。是吗？啊，你要想着法吧。我是不行了，吃不上。韦永香走遍全村，才猛然发现，卢子水村现在能唱戏的已经没剩几个了。老韦，我用你到我们家呢，看看去。我们家能唱清去清戏。韦和启是山梆子戏文武场的板胡伴奏，自学板胡30年的他，自封为卢子水板胡王。女家人家口子，连你都不让学，都不让唱，他还会唱戏，学好了啊？学了，我给他做了工作了，做了思想工作。我这个拉山梆子是怎么的呢？让这个嫦娥声音高，我的声音低一点。但是人家嫦娥不唱了，我再来伴奏，唱声音高的。我拉的这个是真正的山梆子，他们要是伴奏起来不是这个意思，一拉起来都把拉的串子货，把人家那个嫦娥都改了。好，那明天就定了，不能移了啊，咱们就这么定了啊。一出好戏，有主角就得有配角。韦永香的弟弟韦永生正是丑角的不二人选。这是还整动了吗？咱不是咱们年轻的劲儿了，年轻的劲儿咱们，你像咱们上庄里唱戏的劲儿，一桌马死胡的十号人，你咱们庄里看，现在这什么，陆水还有几个人呢？除非几老头老太太。再说咱们弄，我觉着也不好弄了，这戏还整成了吗？不好整吧。现在的年轻人们呢，就喜欢这个什么流行歌曲了，什么跳舞了，摇滚了。你像我们的孙子们就是喜欢这个。你像我们当初我们年轻的就是啊，就是喜欢这个我们这山梆子戏。这山梆子戏啊，在我们这一代呀，相传是相当好的。怎么着，老三？他想整一出，咱们整一出戏。这个词儿还有吗？有个，你说宣寒龙上殿，虎听万岁，宣寒龙。来的是湖北寒龙，正是下官。后者三位爷犯罪。老人们记忆里的辉煌早已不在，御赐的天成般牌匾也在历史的洪流中不知所踪。村里的年轻人把梦想都放在了100公里外的北京城。距离演出的时间越来越近，韦永强翻出了压箱底的行头。另一边，韦永香还在整理登台的唱词。一直以来，山梆子戏的传承依靠艺人们口传心授，代代相传。除了有些残缺的手抄本，大部分唱词只留存在老戏骨的记忆中。而随着老人们的逝去，很多山梆子戏也都入了土。第二天一早，两位老人
又相约于村头一起练嗓。面对即将到来的演出，他们丝毫不敢松懈。要是这打马呢，上马呢，哎，啊，唱，啊，是，这现在年轻人，我们那对他的好多是不太熟悉。我那是都是我练山子什么的，都是你爸爸教给着我。啊，是我父亲是教师，我爷爷是教师，对不对？其实咱们都到这时候到咱们这上。时光一点点流逝。这一场时隔已久的演出终于要到来了。我连拿洗钱呢，这给你拿烟去。是一人家呢，正是小管家。好，赞助向你商店，要你小心了。啊，小心了。好，上个点。嘿，三位要犯罪即时，一人家呢，看着你就该杀呀！不好，这外国车得死。